喂 ，Fiona， 上個星期啱啱擺完個展覽會，反應好似唔錯喎。嗯，係啊，我哋已經收到好多訂單添啦。今日仲收到 TDC 份 form， 叫我哋 update 下公司啲資料添啊。上個禮拜啱啱先擺完展覽會，咁快 update 資料啊？點咪先？份 form 冇 TDC letter head 嘅喎。我諗冇嘢嘅，都係 update 下公司啲基本資料，簽咗先啦。喂 ，Trisha， 过嚟睇下。我哋收到间公司咧 send 咗张 invoice 过嚟，话要收我哋成1000蚊欧罗，上面仲有你个签名添。咦，乜唔系 TDC 叫我哋 update 公司资料嘅咩？封信嗰度写住我哋公司啲资料已经登咗喺佢哋嘅 directory 嗰度，所以我哋要俾钱。条款及细则入面真系有行细字，写住话签咗名就同意俾1000欧罗作为刊登费用。唉，咁点算啊？填写或者签署任何表格时，请先细阅所有条款及细则。香港贸发局发出嘅书信或者表格都印有本局嘅标志，以便适应。若果收到涉及公司资料嘅可疑信件或者表格，请立即通知贸发局或者寻求法律意见。